大明星超级馆，大明星超级馆由企鹅 FM 独家呈现。我是 DJ 张靓颖。接下来要听到的一些歌曲呢，对靓颖来说是非常经典的老歌了。首先第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，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邓丽君的一首老歌。这首歌是靓颖第一首听到的邓丽君的歌，它叫做《一封情书》。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泪红心儿跳，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，你的柔情蜜语好像电影在我耳畔绕，你已经叫我为你朝思夜想，希望你不是说笑，我是真心真意对你好，如是在说笑，我的心爱将会破碎了，爱情本来就奇妙，将我思念到今朝，但愿心心相印同把幸福来寻找，情蜜语好像天明在我耳畔绕，你已经叫我为你朝思夜想，希望你不是说笑，我是真心真意对你好，如果你是在说笑，我的心儿将会破碎了，爱情本来就奇妙，将我思念到今朝，但愿心心相印同把幸福来寻找，希望你不是说笑，我是真心真意对你好，如果你是在说笑，我的心儿将会破碎了，爱情本来就奇妙，将我思念到今朝，但愿心心相印同把幸福来寻找。听完一封情书真的是好甜蜜啊，那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非常的甜蜜，叫做 Dream Lover，这是靓颖心目当中的偶像，这也是我听到她的第一首歌，然后之后才知道，哦，这是 Mariah Carey 的歌，然后今天也在这里把这一首非常好听的 Dream Lover 送给所有朋友们。Somebody
完了这一首 Dream Lover 就要非常不舍的最后一首歌，那这首歌也是亮颖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 Christina Aguilera 的一首，叫做 I Turn To You，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歌。有的时候自己的周围会有那么多支持你的人，会用他最最阳光的一面面向你，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温暖。那这一首歌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都健康快乐，你们的家人朋友爱人都天天开心。 When I'm lonely